好的，那我们就要来开始这首歌的教学咯。那一开始呢，第一句是这样弹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句哦。这边的左手部分的话，一开始是食指压住第一跟第二弦第七格，中指在第二弦七、二弦八，然后小指在一弦十。好，然后右手这边呢，我们是用三指法，所以说这首歌的部分呢、啊，大概就是食指、中指负责一二弦，然后拇指呢负责三四弦。当弹到三四弦的时候，都是用拇指哦。好，然后一开始第一句这个做好以后，一开始先勾两个低弦，就是第十个的音，然后拇指一个空弦，第四弦这三个音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小指移到第一弦第十二格，然后呢这边三二一弦顺着弹，要快一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弹一个第二弦、第四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小指移回到第十格，一二弦同时勾，所以这边合起来就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拇指弹一个第三弦，然后小指拿起来，留下这边的音，然后拇指再拨一个第四弦，然后小指再放回来，然后再同时勾这两个音，所以变成好三一二四。所以合起来，好，然后这样前面，好，弹反了哦，是这样，弹这样，这是第一句的弹法哦。接着呢，第二句是这样子哦。好，这句其实跟刚刚呢差不多的哦，只是我们在。三个音弹完以后呢，我们在小指过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中指拿起来，所以这时候呢会留下食指在七跟七，然后小指在十二，就是这样、哦。然后后面的话都是一样的哦，后面是一样，就是第二句弹法哦。所以如果合在一起第二句。第二句的弹法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第三句是这样弹的哦。好，第三句是怎么弹的？我们刚第二句弹完是这样子，然后要弹第三句的时候呢，弹完这三个音的时候呢，我们把我们的食指再往后退，退到六跟六，然后小指一样到十二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边会稍微比较开，所以在小指的格子的部分要稍微压得准一点，然后这边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一样。一样，然后在这边，在弹完拇指跟一二弦要勾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中指补在第一弦的第七格，然后到最后弹第四弦以后，还是要小指还是要回来第一弦第十格，所以最后四个音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从这边来哦。好的，然后接下来下一句是这样子的哦。好，那这一句呢是我们要弹的时候呢，要先把我们的手指头板刚本来在六跟六，然后接下来再弹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它移到五五跟五五这边，但是同时要多压一弦，所以我们要压三个五，五五五，一二三弦。好，然后这边一样是前三个音，但这三个音的拍子跟刚刚之前是不太一样，它是。是这样子哦，不是没有那么快啊，它是比较慢一点，然后后面是一样的，一样的手法，这边是一样的，一样滑三个音，然后二四弦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退来这个地方，我们用无名指压在第一弦的第八格，然后一二弦同时勾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做一个垂音，在第一弦，然后就是小指在第十格，无名指。在第八格，八锤到十，然后再弹一个第八弦的空音，这样子哦。好，这是第四句的弹法哦。好的，然后接下来下一句是这样弹的哦。好，这一句呢，一开始呢也是一样，小指在第一弦第十格，然后这边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弹两个音了以后。我们不是在拨第四弦，我们拨第三弦，然后第三弦这边我们要从第五格滑到第八格，
好，然后你要在第七格这边稍微停一下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或者直接滑过来，就是看你能够怎么样做。如果能够稍微在中间稍微停顿一下会比较好听一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弹一样是一二四弦，然后这时候一二弦一起勾，把消失拿开，一二弦一起勾，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八八的音，第八格跟第八格，然后 这时候做一个垂音，这时候你可以改用无名指，无名指垂在第一弦的第十格，然后就说这时候你垂下去以后，它同时会产生第一弦第十格跟第二弦第八格的音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再拿开，再勾一次一二弦，这样子哦，所以这时候这整句是这样。好，这是这句的弹法哦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下一句是这样子的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哦，这边的话它是一开始是做一个，哦，我们应该是从封闭这边开始，好，然后这时候是第八格，然后垂一个第十格的音，一样，然后你这边要勾双音也是可以哦，不过这边都可以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食指压住第一弦第八格，然后无名指在第二弦第十格，好，现在就先准备好这个动作。好，如果你这个无名指你要用中指也是可以的哦，就是一个八一个十。好，然后这时候拨一三弦，好，拨一三弦以后拨一个第二跟第四，这样子哦，一三，然后二跟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八跟十移到七跟八，然后勾双音。这个双音勾好以后，我们弹一个第四弦，然后我们把七跟八推到五跟七。好，这时候我又会用一三指。那如果你要一二指也是可以，那你就是这样子，这样这样子。那强烈的习惯是这样，一三指，一二指，一三指后八跟十，七跟八，五跟七。我个人习惯是这样啊，你要是要用这两个手指头去处理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哦。这几个音，然后一开始是一跟三，好，然后二四弦，好，然后接下来一个第四弦，这样子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移回到第七，食指移回到第七，然后中指在第二弦第八，无名指在第三弦第九，这像一个E咪，一个指型E咪这样子，在这个地方哦。好，然后滑一下。好，所以这整句是这样子哦。Sorry， 像这样子的哦。好的，然后接下来下一句是这样弹的哦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哦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是从把那个食指跟中指分别在第一弦的第六跟第二弦第七，然后做一个滑音，升一格。好，然后一个滑音，同时勾，同时滑。要稍微练一下，然后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中指移到下面做一个垂音，这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把食指推到第五格，然后第五格做一个垂音在第七格，所以这边连起来是这样哦。三个手法，第一个滑，第二垂，第三个再垂，一个滑，两个垂音。一个滑音，两个垂音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垂过来以后，就变成无名指在指板上就好，食指的时候离开，然后去压五五五，然后这时候右手拨，一样也是顺着往下拨，好，所以合在一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弹一个五三五五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弹了五了以后，一样也是像无名指在指板上，这时候把中指移在第三弦第五格，食指在第二弦第三格，分散。好，这边是这样哦。哦，这是这句的弹法哦。接下来最后一句是这样弹的哦。
看一下这边哦。一开始的话是从无名指从第三格滑到第五格，然后第五格再弹一个单音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把中指补在第二弦的第四格，然后这时候右手的话呢是一样三二一，然后二四一样，然后弹一个第一弦，是这样。好，这四个音，好，二四一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把无名指移到第一弦的第三格。然后中指第二格，然后再无名指第三格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弹三二一弦，三一弦哦，哆咪哆咪哆，然后左手呢，左手去勾一个发，啊锤一个发，锤一个发，然后锤一个发以后弹第四弦咪发嗦哆，咪发嗦哆，第二弦的锤音，然后第四弦第一弦。然后第四弦，第二弦，然后发拿起来，然后这时候一二三弦同时勾，这样子哦，好，从这边垂音，第四弦，第一弦，第四弦，第二弦，然后发拿起来变咪，然后哆咪一起捏。好的，好，这就是这首歌的教学哦，希望大家学得起来。